车应该是去年的时期，然后去年是因为小薇另外一个乐团在无能了。嗯，其实我每次来台东表演，真的是会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有时候我都故意不宣传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一直忘了跟别的表演者或歌手聊天，就是我是那种只要有长辈和家人在的，我就会很害羞的，对，但是其实我心中还是非常渴望我的家人可以来，那他们今天也真的都来了，来了，赶紧过来，疯哎，也有人在抱婴儿的也来，真的是，从小就给他摇滚的，不好意思啦，伊娜不会唱三地歌，伊娜了还唱英文歌这样。阿锦，不好意思，刚英文歌那个歌词哈，我等一下翻译给你，讲给你听哈。都很喜欢日本，对，所以我认定我自己是原住民，是比乌玛的这样子。谢谢。那今天要唱发表一些新歌，那这首歌也是一个新歌。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很认真努力追求自己想做的事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们自己台上五位也是，其实到现在我们有时候都还是很自私的。就是一直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们不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但是同时我们身边的人，尤其是我们的家人，其实都要陪着我们一起承受这个梦想的时候带来的一点的辛苦。比如说我们常常这样表演，或者是每日每日的练团，有时候我都 不太能回家陪爸妈。小宝，你有多久没看到你妈妈？不好意思回答，是不是？王翰威。多久没看到你妈啦？好，那虽然他们没有办法，就是我们都不是音乐世家出身，都没有，他们没有栽培我们，甚至鼓励我们走这个方向，但是他们其实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，就是很谅解我们这么任性的玩音乐。到现在我已经当妈了，我女儿还是很谅解我，就是可以出来这样子托儿旅行。那要谢谢很多很多，其实最谢谢是家人，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，其实家人永远都是最大最大的支持，不管那个家人的形式是什么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一定有很重要的家人在自己的身边。所以这首歌我不但是写给我的团员，我的团员是我另外一个方面的家人，因为必须说实话，我有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日子比我的家人还多，我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面相，搞不好他们都清楚，家人还不知道。所以这首歌送给团员，也送给所有的家人，对，因为有家人我们可以追寻自己的梦想，放心的走在这条路上。好，你笑什么？你多久没看到你妈了？你妈被她悲惨哦！我心想，我妈最近跟我赖，她很好笑，因为我妈其实她国语也不太好，她那个电脑打字也不会，还好赖有那个语言录音嘛，所以她每次语音翻译出来的中文字，我都要笑。献给我们身边亲爱的人，这首歌叫《因为你》。
情，该要怎么走着？在这条路上，虽然你一路陪我，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，想过关于我们未来的。我有好多话要说，我到了嘴边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我看着你的笑脸，笑脸正在傻傻的等我。我开口说关于未来的承诺，虽然未来的是谁也没办法。
谢谢，谢谢。站，然后其实青色湾，我必须老实讲，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点，不是有点，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乐团。很认同的可以，我们团已经18年了，然后18年即将要出第三张专辑，然后中间其实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这个乐团已经消失了，因为我们第一张的时候是唱片公司发的，有 MTV， 有比较多可以被大家听到。然后到第二张我们自己独立发行，也是有回来铁花村吧，应该我记得。然后第三张，其实就是在玩乐团的过程中，自己也因为就是年纪就长大一老，但是也体会到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是急不得。而且当你回头看，你还是非常想要做这样的事情，非常热爱这件事情，其实就应该好好面对自己，就把它做完。然后18年是一个过程，其实都已经走到第18年，也无所谓结不结束或散不散团。所以常常在台上，我觉得如果我还可以唱，我们团就会一直在这样。但我也很鼓励，其实轻松玩他们很多时候，他们就自己在那边 jam 啊弹。就是没有 vocal， 他们音乐超好听的。我今天反而想鼓励他们弹一首歌。没有 vocal， 但他们不愿意，不愿意失去我，他们不愿意轻易尝试，还是你们要试试看。没有，就演奏而已，那么害羞。阿美族的很害羞吗？根据报告，阿美族都没有很害羞。好，那必须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唱多久，因为人的心境会改变。我还是很爱唱歌。我非常，也不能说会唱歌，就是我喜欢这件事情。但是我现在更喜欢生活，就是我现在住在乡下垦丁，我喜欢走在草里面，然后看看花发呆。所以以至于就是，也必须承认，也许玩摇滚乐热情已经消失，但是站在舞台上，再跟这些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是非常美好。也必须跟大家老实说，我每次的 tour 我都把它当作我是来度假旅游的。因为我在家里就是心情好，然后出来玩就是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接触，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。所以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就是这么多年来还是记得轻松玩。因为我第一场 tour 在大河岸的时候，我就很惊讶，人很多，然后到了台中站人也蛮多的，现在到了铁花村还是我想象中，我觉得人很多。对，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我想大概卡里布有一桌这样子，算我很开心了，没想到今天人还蛮多的，非常谢谢你，谢谢。这时候应该来点掌声。真的很谢谢，就是让我还要想继续就是摇滚到老下去。那接下来要唱也是新歌，那必须说实话，这首新歌我们才刚编好，然后因为我现在住在南部的关系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他们很认真的在练，但是我就上去跟他们配这样子。所以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是战战兢兢很紧张，但是每一次的演出我觉得真的都比练团比想象中好。那要唱的这首歌是叫做《失去睡眠的夜晚》，应该是我们第三张专辑唯一一首可能的抒情歌。对，那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忏悔，就是自己在处理爱情和关系总是那么的自私和任性，但是这几年来也学会了很多，尤其我觉得有两个字非常简单，但是很难做到，但是真的做到，你就是人生是圆满。那两个字就是珍惜，就所有的事应该都要好好的珍惜。好，那这首歌叫《失去睡眠的夜晚》。
去睡眠的夜晚，我为谁醒着？离远方的人，一个思念，失去睡眠的之后，谁来将我拥有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反反复复去睡眠的这晚，我会醒醒着。但愿放我有一颗心的我，失去睡眠的这晚，有谁来将我拥有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谢谢。